Hi semua，s e l a m a datang di channel TV Mandarin b a r s a m a saya Lau l i n a Hello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要教大家写十个汉字。第一个就是我，我，我的意思就是 s 谁呀？我的写法是。 他一共有七画。接下来第二个字就是“你，你的意思是干木。他的写法是“你的字一共也有七画。接下来是“他。 他的意思是 d i 温度 n t u k k i l a k i 他的写法是这个字一共有五画，接下来也是他，但是这个是给女人的。artinya 他的写法是好。接下来的字是道，道，道，它的意思是三拜。道的写法是。 一共有八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认的这个字是“不”。不，它的意思是“的”。不的写法是，一共有四画。好，接下来的一个字是，这个是多音字。 它可以读还，也可以读还。还的意思是马 a 如果还的意思是蒙 e n 它的写法是，一共有七画。接下来的字是了。 他的意思是的拉、啊、的德拉的 a s 乐”的写法是。好，接下来的是“果”，“果”，“果是”是那嘎 g 他它的写法是。 一共有八画，最后一个字是从。从的意思是 Daddy，它的写法是。OK y 今天的十个字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